私はカスミです。我是鄉村嘉純啊。猛工作人士真的好煩啊！最近就收到讀者王小姐，她有個疑惑，她話她同事兩年前被男同事大聲喝罵之後，就成日發噩夢，仲日漸消瘦，嚴重到仲要去醫院嗰度打針，仲要 weekend 嗰陣時喺醫院度度過添啊！他同事同翻王小姐讲，他有创伤后遗症，仲会有少少强迫焦虑，会令到啲肌肉好绷紧，要打针先可以令到啲肌肉放松。王小姐嘅同事，佢有阵时候又会对王小姐好好，但有阵时候又会无视佢，搞到王小姐唔知点算。咁究竟系有啲咩问题呢？呢个时候我哋一起问一下专家啦 ，Ikimashou。王小姐啊，我覺得咧，你嘅描述你嘅朋友咧，就話俾人鬧完之後患咗個創傷後遺症咧，我有啲保留嘅，因為創傷後遺症咧係一個比較嚴重嘅症候，係遇到生命危險啊，咁啊鬧唔會鬧到死啩，咁應該唔會係呢個創傷後遺症啦，可能咧就會患咗個低一級嘅叫做適應性嘅情緒障礙。啊，譬如發生一啲事唔開心啊，俾人鬧得好緊要咧，個情緒有啲波動，包括有時焦慮啊、抑鬱都可以嘅。咁但係咧，你話要衝去急症室打針先鬆得到咧，呢個可能咧已經係唔係啲咁簡單啦，就係呢個叫驚恐症，叫 panic attack 啊。咁啊，要搞清楚個朋友嘅問題先。其實無視王小姐之前係發生過一段小插曲噶。有日佢哋一齊去飲茶。隔離台就突然之間尖叫兼且拍台，嚇親曬佢哋成台人。雖然好快可以專注翻傾開嘅嘢，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咁而有影響呢？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，有時都會隨時空都會改變嘅，咁亦都好多因素影響。咁係咪會話拍親張台嚇親佢啊？咁然後咧就會又唔中意同你一齊咧？咁我又有啲保留嘅又係啊，因為實際上咧，除咗話俾人嚇親之外咧。身邊發生好多其他嘅事幹，或者大家有啲説話嚇，你可能講咗啲嘢佢唔中意聽咧，或者有其他嘅問題，我諗要慢慢要研究啦呢樣嘢。多謝陳醫生嘅意見，人際關係真係一門好高深嘅學問啊！希望王小姐同佢嘅同事關係會好快好翻啊！下次見。